電車のトークンだぞ。はい、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るちゃんです。今日も動画を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家还记得之前文章拍了熊本跟东京哪里不一样的影片，里面有提到我不会骑脚踏车这件事情吗？その時みんなね、るちゃん自転車乗れないとダメだよってコメントいっぱい。对，来了呢。然后我跟文章呢就决定，我们两个今天要来我的脚踏车特训。回ろうとしてるね、るちゃんも。其实我是还蛮紧张的，因为感觉会狂摔，所以我今天就穿了比较轻便的衣服，然后穿了长裤，就希望不要摔到受伤这样。那我们两个今天这支影片呢，是有跟安奈赛合作，我们两个呢会插着安奈赛去进行我的脚踏车特训，去防止晒伤。那安奈赛这个品牌是我在台湾本来就会使用的防晒品，所以可以跟他们合作到，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荣幸。安奈赛的防晒已经连续称霸日本市场防晒19年了。すげえ、有名なんだろうねやっぱり。嗯，資生堂の商品だ。我之前跟日本女生朋友去逛药妆店的时候，她也有跟我说，就即使每年日本都会推出新的防晒，但是呢，她的首选就是安奈赛，可见安奈赛在日本女生心中那个无可取代的地位。那这次安奈赛的升级版主打可以对抗炎炎夏日的汗水、炎热、摩擦这三点，那这三点呢，刚好全部都符合我跟文章的脚踏车特训，就希望安奈赛可以让我在今天的脚踏车特训里面不要晒黑。那这两瓶我跟文章已经使用了一个月，只要这一个月的期间，我跟文章有外出的话呢，我们两个都是擦安奈赛这两瓶。但以使用来说，如果是外出购物的话，我们两个就会使用这一个是金钻高效防晒凝胶。那如果呢是要比较长时间曝晒在太阳之下呢，我们就会用这个金钻高效防晒露。但我来熊本最大的体悟就是，熊本跟台湾真的非常的像，就是天气都很热，然后又有点潮湿。虽然身体会有一点燥热，可是我觉得好处就是熊本跟台湾真的非常的像，所以我们两个在用这些护肤品啊，或是保养品，就会跟台湾大家用起来的感觉可能会更值得参考。我们的台湾开点的看机ですよ。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对于这一点算是也蛮开心的。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两个使用起来的感觉。那首先是这一瓶金钻高效防晒露，这一瓶的话呢，主要是拿来擦身体比较多。那质地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水一点点的，擦起来非常的清爽。我自己觉得擦起来有一点淡淡的橘子香味。这一款安奈赛是跟我说他们是有升级的，有最新的温热传导科技，越热它就会越贴合肌肤。しっとりしてんの本当に。嗯，これすごいな。オレンジだよ。美容液みたいな感じ。ちょっと蜜っぽい感じで、すごい広がりやすいし。日本资生堂他们研究呢，除了汗水摩擦会造成防晒脱落之外，其实热也是会造成防晒脱落很重要的关键之一。毕竟如果防晒脱落，就达不到保护肌肤的目的嘛。而且防晒品的抗热技术在市面上是只有资生堂才有的。なんかいずれ手やらなくてもじわってやるだけふわって広がるやつが出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もうこれ資生堂が開発するんじゃないの？而且它的防水耐摩擦力也不错，我在家里有试着用水冲掉之后，它也完全没有乳化，就是水珠状的留在肌肤上面。那另外这一瓶呢是安奈赛的防晒金钻凝胶，这一瓶呢也是身体跟脸都可以擦，但是我主要会拿来擦脸，当作是脸部防晒隔离品。它的质地比较像是水凝乳液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它擦在脸上的好处就是它的保湿度够，所以也不会跟底妆打架。比起一般的脸部隔离的话，它的防晒力就更够一些。那安奈赛是跟我说这两瓶啊升级过后呢就会变得更好清洗，只要用一般的沐浴乳或是洗面乳就可以把它清洗掉了。那另外这两瓶呢都有多添加50%的累积保湿成分，在防晒的同时呢也可以维护肌肤状况。这里要跟大家说，防晒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我真的非常的有实感。我现在皮肤没有那么白啊，但是我以前皮肤比较白的时候就仗着自己皮肤白，就是不擦防晒就出去放飞自我，让太阳尽情的侵蚀我的肌肤。所以其实你们看我的眼睛下面这边，就是两边都是有长晒斑的，大家千万不要小看紫外线的力量，防晒的钱真的不能省，不然之后要医美要花更多钱。職場ですね、外での仕事なんで、もうすごい直射日光がすごいんですよ。まあヘルメットかぶ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このヘルメットから下がすごい黒くなるんですよ。毎日しっかり日焼け止めを塗ってることによって、今そんな黒くないんですよね。文章以前真的超夸张的，就是脖子比较白，然后脸超黑这样。现在时间12:30，我们两个先去吃饭，先把肚子填饱，我们再去练习脚踏车，走吧。哇，今天天气超好的，因为是梅雨季的关系啊，已经很久没看到这么晴朗的天气了。最初ね、曇りだったんだけどね。めちゃめちゃ晴れてた。我们两个今天要吃超久没吃的サイゼリア。我们在东京的时候超常吃的，可是因为熊本店家非常的少，好像只有两家吧，所以我们就没有机会来吃。貴重なその一軒。我每次来都一定必点的小虾子。ルちゃん行けるかな？結局自転車って乗れる乗れないは勇気の問題だ。大丈夫。あなたにその勇気。
があるかないかだけで。ないと思う。頑張って出そうとする。最初からできないっていう人も好きじゃん。できる。あ、OK。大好き。我又另外点了焗饭，文当点的汉堡排定食，然后买另外点的一个炸鸡肉。我要吃。你好胖。不胖。我们下一次晚饭要前往运动公园去进行我的脚踏车特训了，好紧张哦。不管，期待。期待啊！我是穿长裤，所以脚不会露出来，我就擦手就好了。来，来喽。すごいさっぱりしてる。嫌な感じが全くない。ケイ。好，走吧。走吧。好紧张哦，怎么办？僕は期待するだけ。不要期待，没有期待。走吧。走吧。我们两个已经借到脚踏车了。文当借一般大人用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有点恐怖，所以我是借这个小朋友用的。文当好顺哦。我们到比较空旷一点的地方去。ルちゃんの練習風景。最初はこんな感じでやってみよう。運動音痴やな。ルーちゃん、まず足をね、両足ペダルの上に乗っけよう。後ろ姿クマモンにしか見えない。しょんぶんしょん。来。しょんじゃないよ。じゃあまずね、体をこっち左に傾けて、で右足をペダルの上に。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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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足で踏み込むと同時に左足をペダルの上に乗っけて、あともうただ漕ぐだけ。せーの。グイッと乗っけて、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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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いけそういけそう。文旦先生はもうそれしか教えないから。じゃあルーちゃん、ちゃんと焦げたらジュース奢ってあげるよ。ありがとう。かっこいい。一開始骑的时候就要把它往中间这样的。あなたただ自転車乗るだけなのになんかかっこいいね。あ、もう行ったわこれは。あ、行っ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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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ん。行け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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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供撮ってるホームビデオみたい。はい、ルーちゃんね、しっかりね、こう握ってね。あ、行ったな、こりゃ。あ、行けたじゃん。行けたじゃん。俺の教え方がそんなうまかった。いや、絶対そうでしょ。1、2、あ、行った。あ、行けた。普通に乗れたし。おい、どこ行く。行けたね。お、やったやった。イエーイ。Hey， 大きな第一歩を進むことができたね。我要喝饮料，不讲。耶、yeah ！飲み物。僕の教え方が上手。ありがとう。我的奖赏饮料。仕事した後の一杯は。美味しい。やったぜ。うまい。我们担保就是会啦，没什么好拍的。去哪？你要去哪？ルーちゃん、俺の乗るの？うん。足届く？足短いでしょ。行け、勝負しよう。根本就没来得及。Go shoot！ Go 射击！啊！日子。我已经快要累死了，文当还在那边骑脚踏车，骑得很开心的感觉。好玩吗？好玩啊！哎呦，不要吓人呐！これが普通に運転できる人の風景。普通に運転できない人。可以呢。めっちゃ。何？そうやって靴紐結ぶ人初めて見た。行きます。干嘛？干嘛？大家看我的手，全部红掉了，好痛哦。今日ここのサイクリングロード一周はできなかったけど半周はできたね。おめでとう。いや、成長したよ、ルーファン。え、老实说，我反而觉得我连一点点都不行，就没想到就是嘶嘶嘶嘶就很赚钱。俺にはクマモンしか見えなかったよ。对呢。这个整套衣服都是文当借我的，因为我没有这么休闲的衣服。这里有一只螳螂哎，它在看我们。哎呦，文当喜欢小昆虫。ルーちゃんの真似します。天哪，好漂亮哟！ルーちゃん、ルーちゃん、ルーちゃん見て，漂亮。很漂亮哎。小不小？绣球花，绣球花。私看你傻傻来的。本当今日天气がいいね。ね、気持ちよかった。这里真的很舒服哎。我们两个在回来的路上买了这个敦永的秋公马拉卡酱包。这个是我之前去穿越的影片也有跟大家推荐过，我超爱吃的冰淇淋。マスごとに俺食べるの。可愛いね。例えばこれだったら今もう三つ。
ちゃんと計算して食べるんだ。我买了一个杏仁奶，因为我之前有在现实动态说我有贫血嘛，观众跟我说我应该要喝一些加铁的东西，就买了这个。然后文当还买了卡拉给哥来吃。好，那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回到家了。今日の自転車トーク成功してる？いや、成功しましたね。いやね、ルーちゃんすごい運動音痴なんで本当に無理なんだろうなと思ってたけど。フーちゃんの教え方が上手。教え方ね。还有，我觉得应该是因为那个脚踏车比较小台，就是对我来说踩得到地比较没有那么恐怖。虽然还是没有很顺啊，可是有点吓到我，因为没想到我这么会骑这样。だからルーちゃんスピード出ると怖がってね、全然ダメだ。那再回到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安耐晒，其实今天真的是非常的热，就是连我这种不太会流汗的人啊，就是我的脖子啊、脸都流了很多汗。可是我流汗的时候啊，它的那个水还是呈现水珠状，就是完全没有被乳化。而且因为这个擦起来很清爽，所以一点都没有黏黏的感觉。哇，まだいいね。对，我们现在身上还是有淡淡的橘子的香味，而且我们两个算完全没有晒黑吧。いやでも今日日差しバンバン強かったよ。我们两个上个月也有介绍另外一款防晒啊，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你们之前介绍一款防晒，现在又介绍一款，那是因为其实我们两个真的拒绝了非常多厂商，只是大家没有看到而已。上个防晒我们用了一个月，那这个防晒呢，我们也是用了一个月，就是真的觉得好的东西才可以推荐给大家。大家都可以购买这两瓶，上班、逛街还有出去玩。然后最后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虽然说这两瓶都是脸跟身体都可以用，但是呢，我主要是这一瓶会用来擦身体，这一瓶呢是用来擦脸，这一款是可以当做那个防晒隔离的。我那也是拿去公司用，他公司的人就很好，因为每次我都会拿一个东西给他们用。那这支影片就这样啦，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大家拜拜，拜拜，再见，拜拜。希望下次大家看到的时候，我已经可以骑上脚踏车了，拜拜，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